是尾仔才改善的，本来是石头路无法度行，但是伊改善安尼，伊这个是南麻街，啊，南麻街不要紧，这叫做过度设计、过度设计。伊为什么爱创这个炮？本来真白的物件变啊寥寥，哦，迄个娃娃车、玻璃都加足歹势。哦，当初是你直接铺铺迄个三八街的时候，效率可能足好起啊，尤其是伊较有斜度，哦。